Pentagon 的成员洪硕早前客串了 Netflix 剧集《我是遗物整理师》，虽然戏份不多，但他亮眼的外形还是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。他于今年五月以陆军现役身份入伍，也是组合中第三位入伍服役的成员。不料近日却传出了他因为心理疾病恶化而退伍的消息。所属公司 Cube 娱乐日前发出公告表示，洪硕从以前就患有广场恐惧症、恐慌症以及忧郁症，在服役期间他一直接受治疗和咨询，但根据军方的判断，加上洪硕的病情恶化，无法兼顾军中生活和治疗，做出了停役的决定。公司也透露，洪硕将转役为役兵，之后会集中精力治疗，为保持稳定状态而努力。消息一出，令粉丝都感到很心疼，纷纷发文为他加油打气，也希望洪硕能好好休养，健康的回归啊。